台铁站务人员立即前往查看，在台铁的处理流程中，若发现旅客遗失行李时，并不会随意移动行李，而会以看、听的方式先确认是否有异状，再做后续处理。在台铁人员确认为疑似爆裂物时，立即通知现场捷运、高铁站务人员同步封锁现场，并启动各自自卫消防编组协助疏散民众、旅客，并同步通报行控中心及综合调度所，必要时进行列车停驶及调度，同步联系铁路警察局、捷运、高铁辖区分局、刑事警察局及消防局。各位长官，那目前看到我们三铁各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成立自卫消防编组，因应目前尚未有灾情发生，自卫编组工作首重于人员的疏散及引导救灾人员进入，所以现在看到避难引导班人员以哨音及指挥棒正快速的引导旅客离开站体。啊，各位长官，那目前从我们左右两侧的荧幕可以看到警车及消防车到达现场。初期到达的员警、刑事人员及消防人员与台铁人员接触后，经确认为爆裂物时，于事故现场决定扩大封锁范围，并通知刑事警察局防爆小组前来处理。在疏散的同时，消防人员也拉起水线防护警戒，并协助旅客疏散。员警及刑事人员于事故现场周遭垃圾桶、厕所及其他区域巡视是否有其他爆裂物，同时也请行控中心利用广播设备广播民众勿行经该区域。另外，消防局指挥站及检查站也已经设置完成。各位长官，那目前我们从荧幕上看到防爆车辆已经到达现场。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现在看到的是刑事警察局防爆小组人员已经到达现场。防爆小组是爆裂物处理的专责单位，负责北部地区爆裂物处理工作。各位长官、各位来宾，那目前所有旅客已经疏散完毕，警戒区域已完成封锁警戒，各自出入口、电梯均已派员管制，避免其他旅客进入。防爆小组接获爆裂案件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支援。到达现场后，首先由防爆小组带队官向现场指挥官报到，并了解状况，随即整队并分配任务。防爆小组带队官率领主助理人员会以望远镜远距离观察，了解歹徒放置爆裂物外观、材质及地形地物，决定以何种防爆器材将爆裂物危害排除。各位长官、各位来宾，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我们防爆处理人员正在协助主处理人员，并于防爆处理发起线后方准备器材组装及防爆裂物的处理工作。防爆小组带队官分配任务后，协助人员准备器材，并帮主处理人员穿着防爆衣。此套防爆衣为加拿大制 EOD9 防爆衣，总重达35公斤，可近距离抵挡500公克 TNT 及 C4 高爆药爆炸伤害，以保护防爆人员在爆裂物处理时若不慎产生之爆炸之爆震波、碎片及高热，降低防爆威力对防爆人员的伤害，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爆衣，也是目前美军及北约军队现役使用的防爆衣。各位来宾，那目前我们看到防爆组处理人员已着装完毕，并携带 X 光机对爆裂物进行检测。该套 X 光机是比利时自制 ICM 型 X 光机，俗称防爆人员的眼睛，能透视爆裂物的内部装置与结构，协助防爆人员对爆裂物进行判读及决定后续处理方式。这时各位看到的是防爆组助理人员手持 X 光移动机前往拍摄爆裂物，并透过无线传输系统的辅助，让防爆小组带队官及其他协助助理人员可从爆裂物处理发起线后之电脑萤幕上清楚看见爆裂物内透视结果，进一步分析如何处置爆裂物。经过 X 光透视研判后，该枚爆裂物为水银装置之抗动开动，为不可移动之爆裂物，且针对现场环境设施及人员已疏散的考量下，
防暴人员决定以遥控机器人搭载黑标处理系统进行爆裂物的集结。目前看到处理人员以遥控的方式操作机器人，本次操作机器人为美国制造，曾服役于伊拉克战争，性能表现优异，重约45公斤，其机器手背可长达236公分，夹抓宽度为20公分，可360度旋转，完全伸展时能举起4.5公斤，其握爪指头为可调式，可做45度、90度及伸直动作，转台可使手臂做360度旋转，手臂前端具有前端摄影机及摇倾式摄影机，可执行连续遥控摄影、220度倾斜及自动对焦、摄影稳定、弱光能力之多角度拍摄。那请前方的人员请后退。那接下来我们会做爆裂物的集结。现在防爆人员已经将水装药集结系统加到爆裂物的集结点，准备以黑标集结。请各位长官及各位来宾远离爆裂物，以免发生危险。准备集结，5、4、3、2、1。各位长官，集结结束后会由主处理人员前往查看，确认是否集结成功。现在爆裂物已成功集结，接下来会由刑事鉴识中心人员到场，针对爆裂物做采证动作。啊，各位长官、各位来宾，那目前看到的是刑事鉴识中心人员进入爆裂物封锁现场，鉴识人员在事故现场会先实施初步拍照、采证等鉴识工作，在现场采证完成后，会携带相关证物带回鉴识中心。爆裂物演习结束，请各位长官移驾至毒化灾抢救现场。